连击连击17个淘汰，拿下了7连击。段位低的时候还得是海岛啊，一把就加了50多分，现在还差一局，这一页就全都是冠军了。但我感觉这一局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你一旦连击了，系统会自动给你匹配几个高手，就像我们左边这个螳螂感觉有点实力。记住这个名字，往下看，给我搞得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没错，这个人是粉丝，他还是6级粉丝牌，我很搞不懂，我马上就可以完成8连击，就可以拿下1页连击了，为什么非要过来撞车？说你是铁粉吧，你第一条命给我打掉了，我第二条命出来，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说你和那些小黑的没啥区别吧，你还是6级粉丝牌，最后出来还送我一个淘汰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谢你还是说什么了。哇，这么多人机。还好这一把开局没出什么问题，不然我真的要裂开了。装备说好之后，如果想找人打架，那就跟着空投走。感觉这个人打游戏不戴耳机。蹦蹦的车声也那么惊人吗？他没有听到我来了。有把 LG， 不错不错。这把感觉不是很质量啊，这么大个圈还有35个人了，找人贼费劲，累了累了，先找一个方去待一会儿吧，等圈小的时候再出去找他们打。这圈刷的刚来就刷走了，没事还可以待一会儿。你这么狂老铁，平方去干他。虽然这一局对我来说很关键，但是我肯定是怂不了一点儿。对门的位置扑颗火，缩小他的活动范围，这样的丢雷的角度也少了很多。现在就在我正对面，活动空间很小，再丢一颗雷逼他换位置，这样他只能进到屋里面来。肯定炸到了，但是我现在也不敢直接跟他拼枪，毕竟现在瞬秒是常态。就看这一颗雷了，丢。难怪这么莽撞，原来是淘汰王啊。看一下上面这个人在什么位置，他应该得顶过来的。我操，干拉！出来！马大才，老铁，你能跑我吃屎，石头的屎，知道吗？哎，别，我不想吃，老铁。哇，吓死了！还好这个人没有跑，停在这里了。第8个淘汰到手，现在场上还有18名敌人。决赛圈已经很小了，该稳咱得稳。前期稳了那么久，如果决赛圈翻车了，那可真是亏了个底儿朝天。相信二子能玩，但是真的能操作吗？操作确实不行。二子可以拼妖色啥的，花里胡哨的没操作没有。这在哪儿打呢？他为什么给我看不会了，这个人在干嘛呀？是说的只为了给自己炸掉。现场还有11名敌人，目前我们占了一个圈边的位置，可以继续等圈刷。马家枪法人人都会，可你为什么要认为我是真的马？确实有点马，但是你不能说。哎呦，这有个伏地魔，打一枪我躲，就知道你是狙，打得到我吗？我操！我有智慧，我有自救，没事儿。成功打进前五，离我们8连击，满页连击就差最后一哆嗦了。伏地魔一只压掉。这边没有，先在这边封制敌人观察一下吧。那边草太多了，容易被溜掉。搁圈边再稳一下吧，等圈刷应该就都露面了。看到没？如果我敢在那边停，我的下场就跟这个小爱一样了。有只游戏，他要想补的话，肯定要站起来，这是个机会。
懵了。还有最后一个，看到了。哟，恭喜我拿下一夜联机，好吧，兄弟们来。